迎接圣诞节，市立大理幼儿园小朋友特别扮成了小小的圣诞老人，这天到大型社区关怀据点跟社区的长辈同欢。小朋友不仅带来表演及亲手做的发糕，还帮长辈们按摩捶背，让老人家是笑呵呵。小小圣诞老公公在台上蹦蹦跳跳，为现场注入热闹的气氛。这群市立大理幼儿园的小朋友这天特别来到了大兴社区关怀据点，跟长辈同欢迎接圣诞节。精彩的表演也让台下的阿公阿嬷看得都好开心，真欢喜啊，足快乐啊，真欢喜啊，真欢喜啊！哦，这囡仔就真好。表演两段，这是非常好哦，因为咱大兴幼稚园甲咱这边拢有配合嘛。啊，我叫张哲，哦，圣诞节快乐！不只有精彩的表演，天气寒冷，不少阿公阿嬷因为循环不好，肩颈容易紧绷。小朋友还帮长者们来按摩捶背，为老人家的肩颈舒缓。贴心的举动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我们今天大概有大班90位小朋友来参加，然后小朋友嘛，他们非常开心，所以他们准备非常有连结气氛的朗塞啊、朗龙啊，还有彩带舞，然后要来祝阿公阿嬷们身体健康。他们会做这个花柜啊，台语叫做花柜，来上给这些长者，来帮他们捏背。表演节目给他们看，啊，我们艺人呢很有心，要准备布丁给，等下给小朋友带回去。谢谢。小小圣诞老公公依序献上了亲手做的礼物，祝老人家身体健康，也让这一天的据点洋溢着欢笑与温馨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。